来，听听你这个鸡腿。哎呀，奶奶来吧，奶奶来吧，奶奶来。不是，这个鸡腿生下去生女儿的。是啊。老公，今天年夜饭准备的什么菜啊？都是你爱吃的，有鱼有虾，有鸡有鸭。这是一条啥呀？龙胆石斑。哎呦。哦。年夜饭必须丰盛啊。下一家吃，走走吧。祝你新年快乐啊！新年快乐，做饭辛苦了啊！啊，谢谢。祝你新年快乐，现在有点辛苦了啊。然后再早点找个女朋友，然后开开心心。哎呦，练读书。哎呀，婶婶这个年夜饭也可以啊。哎呀，要吃两口啊？吃点吧。吃点吧。啥都吃。哎呀。每家每户的那个年夜饭都不一样的。今年叔叔还没回来，要年初三才能回来哈。所以说两个人吃这几个菜也丰盛哈。丰盛了也。对。尝一下婶婶炖的那个汤鸡汤。是吧？嗯。酒炖的。有啊，黄酒吗？哎呀。黄酒。好，简单喝一口。喝一小口啊。嗯。咱们吃完这一家，咱们下一家去大姑家吃，好吧？嗯，好喝啊，还有那个枣的香气啊。嗯，好吧。嗯，好喝。嗯，你也吃点。好，
咱们吃完下一家去大姑家好吧？对。吃完这一块，我们下一家啊。亲戚多就好。四个年夜饭吃三家。来垫垫啊。又到了姑丈家了，姑丈家的两个女儿跟儿子都出去了，就剩他两个人在吃饭了。吃饭吃饭。大姑给新年快乐。哎呀，姑娘啊，拿上大姑。这三个是。哎呀，那么多啊！哎，思思都回来了，不好意思，没来过。好，吃饭吧。姑丈炖的这个汤是超好喝的。年夜饭吃三家算吧。哦，这个汤它有自带一股草根的香气。对，它就是草根炖出来的。你去这个去缅甸。好，我也要准备正儿八经开始干饭了哈，我打点米饭去。先吃汤。